至于探讨死神卷七的七。惯例先看一下妆前妆后对比再开始叫上哈。我最近呢踏入了新坑，我多少是提前做了一些功课的哈，也问过群里的一些小可爱关于这方面的支持，如果还有哪里不合适呢，请各位看官多多包涵哈。我挺想出那种青春活力的造型的，但我的形象很市井气嘛，就很难出的有模有样嘛，所以考虑再三，我觉得也就出不了能撑起场的，不会太放任原造。本来一开始我真的是想出萌一点的，结果谁知道萌着萌着呢就萌了，就离不开硬汉的本质。武士道家制服我觉得就差没把标字写在脑门上了，再加上可爱的兔兔刚柔结合，又能有十足的少女感，又能很有排面啊，我真是个聪明的苦改。最后再上上定妆散粉，底妆做完以后呢，我们顺便做一个润唇哈，接下来就是至关重要的眼妆了啊，我来银汁。这次我们用到名创优品自由果子九色眼影盘，这四个盘分别是车厘子、树莓、水蜜桃和牛油果。主色调呢以暖色系为主，南瓜、枫叶、车厘子颜色搭配一个盘，属于万用色系，而且它这个粉质是很细腻的那种，也不易飞粉。整体的包装和价格上呢，我觉得特别的适合日常通勤和学生党使用。然后不同的盘的眼影也可以叠加使用，是非常方便的。我觉得它这个偏光真的做得超级的好看，一会儿我给你们拉近镜头，你们感受一下，就可以这样子近距离的看一下它这个偏光，就超级好看的，有没有？我们把镜头拉的特写，手把手教一下基本步骤啊。先看一下裸眼和眼妆的对比，先调出我粉色米白做铺色，让底色统一。再使用熟褐调和藕粉加深在眼尾部分，晕染出层次感，让眼睛看着更立体些。眼尾角部分也可以扫上去一些特别漂亮的偏光，也不会显得很夸张。下眼尾呢可以调进去一点赭石色，塑造出下垂眼的状态，并开一个眼角，让整体有了一种红红的小兔子眼的即视感。使用中黄柔和一下整体的眼影色，让晕染更舒服，过渡部分更加自然。最后再叠加一层漂亮的偏光在眼妆上，让眼睛看着更加可爱一些。再使用深桃色贴着眼眶晕染出一个很小的眼影线，眼妆的晕染呢就完成了，一定要记得少量多涂。眉毛呢我们可以画一个最基本的眉峰稍微上昂一些半粗不粗的眉毛，再把眉头晕淡变得自然一些。眼线部分呢我们选择眼线高笔画内眼线为主，既能扩大眼眶也能看得很自然。再用棕红色的眼线液笔画出向下走的下眼线趋势，棉签沿着边缘晕染柔和一下就好了，超级简单。开眼角后再晕染一下眼角部分，眼线就完成了。之前试妆的时候一直在考虑什么唇色合适，但绝不能太淡，不然就失去了不良的风格。都当不良了，怎么还能执着于少女色粉嫩的小嘴嘴呢？执着的应该是其他少女粉嫩的小嘴嘴啊！我在说怎么红化，这种发红红的血色小翘唇才是最适合的。哦，那种暴力小兔子的感觉要出来了。哎，暴力兔子，我怎么感觉还有一个很暴力又很有名的兔子来呢？哦，对，那个越狱兔，就是那个叫基里的粉兔子大哥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再把双眼皮贴贴上，改变一下眼型。我们把这个双眼皮变得更宽一些。我真的好喜欢那种又呆又萌，可能还有点迟钝，但是不失一股攻气的那种感觉。高光我觉得完全可以用这个车厘子盘里的这个色代替一下，这个色我超级好看，它的偏光特别特别的干净。最后呢这个妆容部分就完成了，我们去做一下造型，喜欢的一定要记住素质三连。想要温柔日常一点的就可以直接把头发散下来，这个教程就完成了。